比较熟悉的小鹏。那小鹏大家知道他在最近有一个从原本从就是原本是从北市资讯局，他也跟社群有很多的合作。那他现在是到了经济部去，是从一个开放资料已经做得很好的北市，一下子到了。沙漠。这样讲，你自己讲的。好，那所以我知道这一段时间，其实小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心累，身心俱疲，但是在很努力的希望可以把原本撞起来的开放资料模式也带到中央的经济部去。那我们就掌声欢迎小鹏。我还是推一下于凯那本书。这个要我自己切，就是。就他那本书真的写的巨细靡遗，就是如果你反正我像我这有真的有考过公务员，然后你就会进入一个那个文官训练，就是你去了好像几周了，你要去一个地方去接受那个密集的训练，而基本上那个密集训练大家其实都在混，大家就每天就在放空，然后呢等着那个吃饭，然后聊天，但是于凯还是把那个过程的感想都写得很清楚，我就觉得说怎么有人能活得这么认真呢？然后，而且他，因为他之前投书就是其实还蛮有力道的，所以我就有在他 FB 上面下注文，就说，哎，我觉得审计制度也是有点问题。他说好，那我立刻就来写，就还蛮棒的。就是除了那个立委这个管道，其实还有一个还蛮有力投书的管道，就是于凯的 FB。那这是怎样？一直讲错话，讲错话 是这边有那个监听。不好意思，好，那个我今天大概讲一下，因为这阵子因为刚好调到经济部，所以经济部跟台电又很有关系，所以一上任以来就很多跟台电有关的事情，就跟经济部也有关，像说重启合一这个东西，就那时候就哇，这大家就。然后现在又有一个电业法，就是蛮多这种大议题，但是这种大议题都不会在我身上，因为我只是个小咖，所以我就负责台电开放资料机制的规划这样子。然后大概跟大家说明一下这缘起哦，哎，这是怎样？为什么？哦，在几号？那首先呢，其实这缘起真的是跟那个开放台电调查端非常非常的有关系，虽然它现在改叫做开放台电研究小组。那这个调查端其实它在做的时候，因为其实大部分人里面人不是资讯的背景，所以后来他其实主要在处理资讯揭露的这一块。那开放资料就不太一样，如果大家有这个概念的话。然后另外，其实每个能源团体其实它是有不同的需求的。那相对于这个开放台电研究小组，它主要关心比如说 ISO 的那一块，然后或者是成本的效益这一块，其实每个能源团体它都有不同的想法。所以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他们其实他们的meeting 是就是透过人的方式开会来要资料，那其实像国发会的一些既有的开放资料机制是没有在上面运行的，所以后来其实经济部这边的思考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另一块去产生一个机制，然后同时处理开放资料，然后也处理到其他能源团体的需求，那另外也可以看一下目前有既有政府有什么机制可以运用，那比如说那个。经济部就有一个开放资料咨询小组，然后或者是国发会本来就有一个平台，那像这样的这个既有的东西，我要怎么样使用？所以后来其实我们就大概这是一个设计出来的机制，也就是说最上面这边经济部它有一个开放台电的专案小组，那这是我的次长主持的。那在这上面，其实它其实就是订一些开放资料的政策，那另外还有机制要怎么做，比如说。能源团体其实最近，如果大家有印象，它就有一个智慧节电的这个计划，那去年就开始 run。那这个在这个 run 这个机制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地方团体、地方政府啦会来加入这个行列。那这些地方政府其实对台电也会有很多资料想知道，因为这跟他们的地方政府的治理是很有关系的。所以能源团体其实就可以透过这个大机制去反映说，地方政府有没有可能也加进来，变成一个开放资料的需求端的提出。然后我们可能下个礼拜就会开这个会，然后可能就会在会议上面去阐释说哦，但这机制就要开始 run。那他也会负责检视下面的资料工作圈的成果，所以他的周期性可能会是两三周才一次。那这一块资料工作圈基本上就是我这边是当主持人的这一块。
那除能源团体也有进来，那其实我每周都会在GNV 上面 po 文，是如果大家其实有兴趣的都可以来旁听。那这大家可以知道，来旁听大家就可以知道台电里面一些业务上面的运作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因为我们都会在会议上讨论。那非常的血汗，就是每周一次，然后台电人就很累，然后我也很累，但是我们都相忍未果，所以就还不错，run到现在还 OK。那台电其实他也很认真的在自己的内部又成立一个工作小队，专门来应付，不是应付我，就是看到有什么资料需求，然后他就会回去做一些协调。那我觉得run到现在其实他们是非常认真的面对这件事情，就不会是一个那种很自私的那个公务员式的回应这样，所以run到现在其实还 OK。 那可以看到这大概是我的列管表，就是密密麻麻，有没有？这文资料资讯中心也是蛮认真整理，然后我们就每一周就开始检视。那其实它的来源有，比如说社群，你们在 Open Data 社群提出的需求，或者 GDP 提出的需求，那或是会议上提出的这些，我们其实都会把它列管起来。那能源团体提出也会列管起来，那我们就把它造册，然后呢就会派业务单位到底是分工是谁，那每周就会来解释说目前开的进度是怎么样。然后在那上面我们其实就会讨论一些资料的技术面到底要怎么处理。比如说能源团体他有想要知道馈线这件事情在全台湾的分布，那这个配电处的人他可能就不太知道到底这个技术上要怎么达到，所以我就开始跟他讨论说你们的资料库到底是怎么存的，你们的馈线是不是每一个馈线有一个他的独立的 ID， 怎么对到他的地理资料，就非常非常的技术。可是我觉得其实要 run 得出台电的资料，真的要这么的了解他们的业务本来怎么形成，然后这个资料到底是怎么存取，然后到底开放资料要怎么做，那这个很 dirty 的东西如果不做的话就不会出来了，因为那沟通成本实在是太高。那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非常欢迎，每周就我都会 po 在 GNV 的后勤中心，然后如果大家觉得对这可能有兴趣想来听听的，就可以来一下。那像上次 Gavin 就有来，然后有提出一些资料传输的一些宝贵的意见这样子。OK， 好。那其实如果你想要在网页上看到那个提出需求管道的话，你可以点他们的那个台电的网页左下方有一个这个开放资料，然后一点开以后就有他本公司已经开放资料的清单，然后右边还有我有话要说，就是如果你有想提出需求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提。对。那除了这件事情，其实我也一直在准备那个他们台电的 Open Data 的 Hacksaw， 然后他们很厉害，他们就是接到任务到执行只有一周，然后对一个70年的公司，然后完全没有 know how。然后就是说哈，接到，然后就其实里面有很多很不错的年轻人，就大家他有一个年轻人，他可能就开始收集全部之前各个单位办的 hacksaw， 然后把所有的规则都列出来，然后就想到到底这细部的章程要怎么写啊什么，所以他又去收工业局的啊，又去收女人迷的啊，又收比如说 GNV 的，然后当然也有请 GNV 的那个 EPA 来给他们一些指教这样子啊，就是说他们接受到的指令真的执行就时间很短，所以我们现在已经8月3号盟友日是把能源团体跟他们资料社群都聚在一起，然后明天就是黑客松，那大家如果想要参加其实都可以来跟我讲，那只是不能可以来吃东西跟 coding， 但不能报比赛这样子，他第一名也只有20000所以没差。然后主题基本上一个月一场，第一次就是能源团体需求，然后下一次是电力供需跟资料经济。 OK， 好。然后这个是已经开放资料，最近这个组织就 Double Work 已经有超10笔的电力资料又在开放，然后还有右边能源局的资料，然后最近我在处理的是各地用电量开放策略，那个各地用电量资料，其实这个非常的棘手，不过我没时间了，如果有人想问的话，等一下我再来讨论。好 ，OK， 好，那我觉得这有什么意义？就是说，其实可以发现台电内部还是有很多很想改变的人，就是。有不分博派跟狂派，就是博派人还是很多，所以就跟他 work 还是蛮开心的。然后我觉得过往其实有点沟通不良吧，那但是电力的资料某种程度还是有点知识垄断这样子，然后 NGO 能量也不够，所以我觉得说开放既有这个开放资料以及能源团体还有台电一起来讨论，其实会慢慢把这个既有的疆界去打散，然后知识的
传递其实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慢慢的建立起来。然后我的工作大概到这边，然后谢谢大家，谢谢。